我们现在还有几分钟，你被关在里面。天还没亮，你知道？一大早爬起来真的很痛苦，起来了。早安，今天的 vlog 是陪师考试，是9点考试，现在7点多就要出门了，好冷啊！早上起来是6度，然后可能是住 house 关系，所以超冷的，我觉得我要疯掉了。今天用 GoPro 拍，因为我买了这个 GoPro 大概用了2-3次而已，所以今天想说不要带我的770D出来比较好，太夸张了，就带个小小的相机。Phone book full of numbers, dead and names. All them vain decisions keep you jaded. You could have found the one, but you won't change. So aren't you glad to meet me? I think you should, I'd be glad to meet me. If I were you, aren't you glad to meet me?Think you should. I make a real good song out of you, time and day.他的 Justin Bieber 结婚，他现在很伤心。没有伤心，是我想要的就是要过这个假期。对，没错。我们现在还有半个小时，没遇见我们上次去跳伞那台车子。哇，真的没办法想象自己曾经。有在15000英尺的高空跳下来，真的太厉害了。A few moments later， 我们今天在困在厕所，锁了，他没有那个把柄，所以他也没办法开，真的很傻眼嘞 ！Oh my gosh！ 我们现在还有几分钟，你被关在里面。哦，现在8:30了，他还来得及找人来开门吧？太智障了，你真的太棒了！他一定在里面超着急的，他很紧张，他没有办法及时的去考这试。终于开了，好了，还来得及，还有42分。做自己的事情吧。考试之前你一定要提早来，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事。好了，终于考完了，我等了好久了，等了2个小时哎，好冷啊！我们现在去吃点东西。因为等一下下午2点才要再考。这家也是一家吃重庆面的一个地方，我要吃豌杂面，别说了。你早上有什么感觉？困在厕所里面，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其实没办法预计吗？就很奇怪，因为如果你被关在一个密闭空间的话，我觉得真的很可怕。所以那种被家暴的人真的，为什么想到家暴？阴暗恋是真的，因为就是怎么讲，就是有一种很奇，被关在一个地方感觉真的很奇怪，而且是一个密闭的一个密闭的。跟你想的是这个，我想的是，就是尽管你做好准备，其实也会有中途有一些你没办法想象的意外。你很恨我，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要上厕所，是他要上，然后我进去上，我只上了两滴尿。他那个是这样，我知道，我只看到一半就多了几滴。然后后来我进去，我没有看到没有门把，我只有看到，哎，奇怪，我要锁的时候不能锁。然后我心里就想说，好干算了、啊，反正都女生要进来就进来。我想说，好就随便尿两滴就出去，也不可能在我尿两滴的时候有人进来。嗯，结果就被关在里面。啊，我整治，我是预测你可能考到中途会挤尿，然后先上个厕所，谁知道会关在里面，又变成关超速，可以关的艺术感一点吗？不要动啊，不要动，站着。是要一个，怎么是歪的？我镜头对，这个是什么？拿来干嘛的？他没有手玩哎。帽子又太大，不知道拿来干嘛的。对，你再讲，你再讲一次。你本来这样，快点呐、啊！就是很多事情，不是你计划怎么样就会怎么样。没有，你再讲一次，你看看。我人生的大陆希望是这样，可是现在变成这样。不行，你刚刚超夸张的。这样。再来个 wave。本来是这样吗？就只符合吗？然后现在发现你的人生是这样。突然超想吃这个。是一定不是第一天，所以我已经习惯了。因为你 you have prepared already 2 months, and before 10 minutes, you totally fuck up 的感觉。计划赶不上变化，只是也不能因为这样也没有计划。搞定今天要做的事情，现在我们就是要去逛街。逛街，哎，我看一下，我跟你说，刚刚天空上面那个 GEM 原来是 Jam 出道10年，很厉害，在悉尼的天空上。Like everybody hates me. I walk into the club like everybody hates me. I walk into the club like everybody hates me. I walk into the club like everybody hates me.